一句唐诗，缘何道尽九朝古都千年不变的秘密，丝路人家两代人的夙愿，花甲老兵半个世纪的守望，人们三十年不懈的探寻，只为揭秘我们最熟悉却又最陌生的万花之王。第一次全面解读国民之花牡丹的传奇。当城市还在熟睡，他们已经揭开了天空的一角。三十年来，每到这个时候，洛阳气象局都会对温度格外敏感。黄河中游河段，中国气候的分水岭，清明过后，百花绽放。这已经是第三天，洛阳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了。四季分明的中原大地，春天里最具耐心的守望者，正等候着春末最盛大的花开之时。谷雨，春季最后一个节气，不与百花争春的牡丹终于迎来属于自己20天的花期。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接到市园林局通知，洛阳牡丹即将开放，盛世牡丹应时开，千年帝都迎客来。随着牡丹进入开放期，洛阳市也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美的时候。洛阳牡丹文化节作为为了一睹牡丹的国色天香，人们从五湖四海汇集于此。这个近700万人口的城市，在短短20天里将迎来2000万的游客。这样的痴迷和狂热，如同1000年前历史的重现。那一年依然是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写下了这样的诗篇：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是自然界最为古老的开花植物之一，30亿年前它的生命第一次被写进土地。31年后，它已经1300多个品种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中国人眼中的万花之王，心中的国民之花。一朵花在百转千回间留下了1000年的传奇故事和眼前的繁花似锦。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朵花？洛阳博物馆存放着城市的历史记忆。
每周一闭馆，馆长王秀都会来到这里，一次次熟悉的触摸，仿佛老友之间的问候。从这些凝固的历史瞬间中，王秀希望寻找到那个困扰自己多年问题的答案。丹青墨色，笔下乾坤，这个曾经背着画板走出哈尔滨的学生，如今已年过花甲，在洛阳的宣纸上，30个年头，他描绘牡丹，从一而终。今天的自己，当年的王秀，根本无从预想。当时老师教我们画牡丹的时候，在大学呢，我就觉着接受不了这种画。第一次看到牡丹的时候，就是在我26岁的时候吧，在这个洛阳的这个公园里边。这个当时看到呢，红色的、粉色的牡丹，哎呀，太激动了！从来就没有想到自然界真的会有这么好看的花。一朵花与一个人的相遇，是时间久别后的重逢，也是宿命最开始的安排。一株牡丹花，让王秀从此扎根洛阳。这是一个与花息息相关的民族，在《诗经》中，许多花以文字的面貌出现，但与花相关的135篇诗歌里，唯独没有牡丹。对此，王秀百思不得其解。桃花、梅花，它们都在《诗经》中留名，也是中国画中备受青睐的题材。选择它们与牡丹直面，王秀试图用绘画寻找答案。牡丹画来说比较适合呢大的色块来表现，而且同时呢花的形态呢也十分的张扬饱满大气，所以这种色彩和形态的结合呢，我觉得就是很容易呢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一幅牡丹画上呢，经常是一些这个不同的颜色把牡丹连成一片，这样呢就形成了一种呢花团锦簇的视觉效果。直观的视觉感受并不能给它带来答案，每一种花都有着不同的风韵和美丽。作为一位牡丹画家，对于这朵花，王秀倾注了比旁人更多的情感，同样他也希望知道牡丹更多隐秘在岁月中的身世。每年牡丹花卉，一场大戏总在洛阳上演。武则天东游上苑，见满园萧瑟，诏令百花冒雪开放，唯有牡丹唯命不从，触怒天威，被女皇贬下洛阳。之后牡丹在洛阳生根，开启千古传奇，成就一国之花。让人深感困惑的是，这个源自清代神怪小说《镜花缘》的传说，却是牡丹闻名天下唯一的解释。这同样是考古学者蔡运章的困惑。几十年接触文物的时光里，他对生活的土地与牡丹的过往产生了种种挥之不去的联想。历代古籍里屈指可数的记载，文物残片中若隐若现的端倪。老蔡希望自己的目光能够拨开雾霭，寻找到牡丹成为国民之花的真实答案。跨越时空，1000多年前，
这里宫阙万千。唐都洛阳，武则天重要的执政之地。曾经陌生而又遥远的记忆，成为我们熟悉的故事和生活。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盛大典礼的首选之地。一、二、三，我爱你！掌声！花开之时，上百对新人在此共结连理。千百年来，海誓山盟的场景变了又变，但那一纸婚约上，一个符号，从未改变。也许人们未曾留意，也许早就习惯它的存在。簇拥良辰吉时，牵手才子佳人，跨越不同时代，牡丹始终如一。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描绘了才子曹植对爱情的想象，这是牡丹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绘画作品中。这第一次的亮相，距今已有1600年，也将中国人认识牡丹的历史推到了这个时代。那时，开满牡丹的洛河已经展开了一幅美好而又辉煌的历史长卷。秦岭，牡丹最主要的生长之地，它分界出长江与黄河，也分界出中国的天南与地北。从这里发源的洛河，全长不足黄河十分之一，却哺育出世界上最古老、最漫长的人类文明。它蜿蜒流淌450公里，与怒吼的黄河相撞，冲击出一片富饶的盆地。就在这洛河之滨，诞生了王者之城洛阳。自夏商周时，华夏文明在此拉开了历史的序幕。这是工艺美术大师高水旺最新的尝试。唐三彩自唐代发端，有洛阳闻名。传统唐三彩常见于马、骆驼和侍女，造型均为立体。擅长制作唐三彩的高水旺，希望以陶土为布，用平面的艺术风格诠释千年之前的工艺。犹如画布般的泥坯，将呈现的是唐代传世孤本《簪花仕女图》。在《洛神赋图》中惊鸿一瞥，牡丹又一次出现在传世名画中。东晋洛河畔的那株牡丹，400年后被盛唐贵妇戴在了头上。没有人记载这400年牡丹的命运故事，但中原已从五胡乱华的动荡走到了大唐的开元盛世。高水旺的声名来自他出神入化的仿制工艺，用唐代一样的技法，他能塑造唐代一样的造像。那时的仕女俑，脸型圆润饱满，体态丰盈，气质高雅。金人手中的泥塑刀，刻入了唐人的审美情趣，描出的是往昔衣食无忧的生活状态。
你想这像这种造型这种面相，他没有什么顾虑啊，也没有什么烦恼，像这些，他是表现出来他那种非常洒脱那种感觉。素泥造像，想象中的历史逐渐复活。秦汉人俑中所展现的皇权威严与宫廷愉悦，在之后的盛唐被世俗的百姓生活替代。从灵动的艳兽到丰腴的环肥，时间转变了审美。盛唐侍女的颦笑间，无一不为我们展示着那个浪漫辉煌的时代。800度的窑温是火与土的相辅相成，错综复杂、斑驳绚丽的色彩，1200多年前的时光渐渐苏醒。这些作品如同带着大唐的呼吸与体温，走过历史，来到我们眼前。你就像这个唐代的这女佣啊，各种姿态的，各种形状的，各种造型的，如果要是都摆在一块儿啊，它就像一幅这个唐代的清明上河图一样，那非常的生活场景都能表现出来。女皇武则天执政时，妇女地位空前提高，她们过着富足的日子，不断追求美的表达。当对襟罗衫和曳地长裙不再能满足时，女人们便不断思量更美的标志。1200多年前，就在这片土地，历史学家这样定义：中国的市民文化开始走向繁荣。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啊，人们产生了一种崇尚奢华、以地为美啊这样的社会观念啊。牡丹花花型硕大，塞在眼里啊，可以极大的冲击啊人们的视觉啊，给人们一个观赏享受，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大饱眼福啊。武则天去世近百年后，周访的簪花仕女图问世，画中丰腴的贵妇未变，唯一的不同是云鬓间的那朵牡丹。这些来自于造像、历史和民俗的形象联想，当中也许就包含着真相。史料记载，每到牡丹花开便形成花卉，妇女们头插牡丹，怀抱牡丹，大街小巷以花易花，对于牡丹的狂热令一切充满诗意。之后刘禹锡这样写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距离洛阳980公里的县城临洮，唐代的西北边陲，当年弥漫整个京城的欢歌笑语，从中原一直传到了遥远的边关。五月是高原的牡丹花季，78岁的李继根正精心剪下自家园中最好的牡丹，准备在今天前往一年一度的市集。不足一亩的老院子，传自祖辈，风雨百年。眼前的满园春色，正是几代人精心的栽培。
甘肃临洮，陇上花都，中国牡丹生长的最北部。每年花开之时，这里都有盛大集会，恍惚千年之前闹市，重现丝绸之路繁华。迎春牡丹，小胡啊，李凤雪。一年只有一次，人们将自家最好的牡丹拿到集市上与人分享，甚至有些许炫耀。如此传统已有千年。今天的生活中，有时我们会与史籍中的故事相遇。好花无价，若得珍品，唯有以花易花。今年李继根希望能够实现父亲的遗愿。我的这是位置，金狗位置。叔叔的父亲，这时候我去向日主这个房头钱这两桌，这个是很贵气的吧？我的花不是这个花，我还人家还不少换一件。万贯钱财好聚，一株佛头难求。这是在花农间流传的一句老话。激动的心情，漫长的等待，眼前的花丛中，父辈当年的夙愿正渐渐变为现实。花色洁白的佛头青，素雅幽静，宛如佛头发髻般庄严，连接尘世净土，十方众生。一朵花四百年的历史，浓缩在绣球状的年轮中，悠远的时光触手可及。手里的一株佛头青，老李心中的一个梦。为了得到这一株绣球形的古老品种，老李家整整等了两代。多年后，在这株佛头青上，人们依稀看到的是父辈们与牡丹割舍不断的故事。佛头青，花为媒，几十年的祈愿此时被精心种下。此后土地上的花开花谢将年复一年。咱们这一批人啊，咱们都喝这个东西，因为品价高的很，因为牡丹是富贵嘛，啊，荣华富贵啊，这是活字就是这样来的。好花的到来，让老李不免有些得意，邀朋请友自是难免。《爱莲说》中写道：“自李唐以来，世人皆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宜乎众矣。”一株好的牡丹，一个家族的荣耀。这些亘古造化的自然，已超越视野，成为一国之民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台湾距离洛阳2000公里，四季如春的花卉天堂，却是牡丹最不适合生长的地方。82岁的徐宝荣久未出门。2013年3月的一天，不顾家人反对，300公里路途，老人执意前往阿里山去。一路上，他的思绪回到了60年前那个遥远的下午。
此时另一个地方，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着，这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珍贵礼物，8000株牡丹穿越海峡两岸，从洛阳来到台湾。山林溪，海拔2000米以上，气候相对干燥凉爽，是全台湾唯一在理论上牡丹能够存活的地区。这是大陆牡丹第一次在台湾展出，运来的花苗需要逐渐适应这里的环境，在等候花开之时。为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发展，山林溪建成了面积15000平方米的室内牡丹园。整整5个月的精心准备，台湾人民翘首以盼。开锣仪式，3、2、1，开锣啦！台，富贵吉祥，艳冠群芳，国色天香，花中之王，喜气洋洋。55个品种，8000株牡丹，最具代表的花型花色。这是大陆牡丹第一次来到台湾，这也是许多台湾人第一次面对真实的牡丹。只是这初次的相遇，更是一次久别的重逢。感觉很美好啊，很幸福的感觉啊。对那个牡丹花的喜好，大家都是一样，人家说这个文化认同感吧。其实追本溯源，我们的老家就在河洛。那这次成功的从大陆洛阳引进这个牡丹花，我感觉有点像我自己的身份哈。我们希望它能够开枝散叶，就跟我的子孙一样啊，能够在定居安和乐业在台湾这一块土地。千年之前，中原战乱，人口南迁，远离家园的他们被称之为客家人。由于来自中原河洛，他们的另一个称呼是河洛郎，而牡丹则被称之为洛阳花。老人出生在江苏省东海县，1949年他随部队来到台湾。照片中唯一没有的是家乡的表情，他乡且作故乡的60年里，他总会想起12岁时故乡的那个春天。我说这什么花？他们说是牡丹花，那个颜色大概有点好像没那么紫，也不是那种大红，好像有一点像粉红那个感觉。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牡丹。时光荏苒，60年后的今天，当大陆牡丹首次来到台湾，老人赶赴这里，他希望能再次遇到儿时曾见过的那朵牡丹花。哎，哇，好像是这个，80多岁的老人，仿佛依旧是那个12岁的孩子。第一次见到了生命中的牡丹花。先生，请你告诉我一下，你好，这边这个花的品种哈，是哪一类的品种啊？这个是洛阳红。洛阳红，这个花我12岁的时候就看过。我那你今年几岁了？今年82岁喽。哇，那有70年了嘞。对呀，60多年了，没有见到这种花，所以看到哈，非常的感动。心里很难过。老婆，你不要难过。你看侬这个花这么漂亮。凡是家乡的东西，
在台湾看不到，能看到给家乡的时候，你会勾起过去的记忆，勾起我在那个学校读书的情形啊，那同学的情形。在台湾的山林溪，面对家的方向，老人种下了这株洛阳红。千里之外，故国家园，阔别六十春秋，重聚一轮花甲。这份思乡之情，仿似当年客家人南迁。一路上，他们带着牡丹，如同怀揣希望；他们带着种子，播散沿途，对家国的美好记忆，忠诚对牡丹的不变情怀。只是当他们回首，时光已过千年。洛阳，四方必争之地，沉默荣辱盛衰，回望天涯过客，朝晖夕阴的洛河从未改变。十四个字，既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浓缩，也是一个民族的命运跌宕。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2012年9月，微博上一条橘红色印有牡丹花图案的老式床单引起网友疯狂转发，被称为国民床单。在网络上出现，不经意间被转发了3万多人。因为大家发现，原来这条老式床单曾经你家有，我家有，家家都有，为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国民床单。时尚与怀旧刺激着上海人的灵感，现在这仍是他们遵从的法则。奈志渊，上海明光床单厂的设计师，一个月来他正为一项设计任务费尽心思。翻出30年的工作笔记，或许能为他带来新的创作灵感。这些笔记里记录着他曾经的设计和思考，其中就有着国民床单最初的雏形。那是1985年的夏天，年轻的奈志渊身处热恋，灵感迸发。我就是他的文青，我还没成家呢。那个时候，我和我的恋人就是一人一张券，这个券是市场上没有的，我就去买了这一条。上海明光床单厂的地下仓库保存着30年来生产的所有样品。像这个床单，85年的床单，比我女儿还大一岁。我们明光厂床单主花了主系里，这么多年来主系里是以牡丹为主，你看主花都是牡丹。这件印有牡丹图案的床单，当年一经面世便创下了年销量上万条的记录。在并不富裕的年代里，它是每个新娘期待的嫁妆。牡丹兴盛在被人们四方传唱的时代，之后被美好、富足这样的词语定格。他从天地间走来，被文字和笔画描绘，终于他成为了一个符号，伴随着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每当我们历经坎坷，我们都会感谢自己的先辈，是他们和牡丹的历史故事让这个符号为今天的我们带来了力量和现实的感动。
距离洛阳8000多公里，亚欧大陆板块的另一端，巴黎，艺术的城市。每天骑行在巴黎街道上的雷米马修精力旺盛，透过塞纳河望去，那是亚洲、中国的方向。这段楼梯是生活与工作的纽带，也是他打开中国文化的窗口。雷米马修，法国著名汉学家，神秘的东方让他产生了种种挥之不去的联想与情节。对汉文化的研究背后，他看到一个高速发展巨变的中国。2012年，马修的新书出版，他选择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千年印记，来代表一个西方人眼中这个古老而遥远的国家。这本著作名为《牡丹的绽放》。我们可以注意到，牡丹象征着情爱关系，它象征着幸福愉悦的时刻。比如说用于婚庆的场合，但它同时也用于抒发悲伤的情感。实际上它包含了人生的百味。对牡丹的描述有非常丰富的语境，在中华文明中这个现象古已有之。因为这个原因，我选择牡丹作为我的书名。黄河经九省过中原，暖春，黄河岸边，这是一场关于生命的仪式。今天是婴儿出生的第100天，按照传统，家族要举办百日宴，如此习俗古已有之。哎呀，上面来看一下，哎呀，给人好好看看，哎呀，好好好，哎呀，爷爷给你带个，爷爷给你带个宝贝，送个宝贝。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爷爷，我带着我这牡丹锁，我现在有了孙子了，把这牡丹锁又带到我孙子的脖子上，我心就踏实。自宋代起，襁褓中的婴儿就被长命锁护佑，建立起割舍不断的联系。锁上的文字诉说着美好的愿望，而镌刻在长命锁上的牡丹，更是未曾改变过的符号。沿着生命的印记，我们看到这样的宋代墓葬，这是另一个世界里唯一的色彩。穿过砖石和墙壁，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古人那份美好的愿望，与花相伴，生生世世。大量的传统名花令中国成为了世界的花卉大国，然而唯有牡丹跨越精神与物质，穿透时光与信仰，与我们的生命交织，轮回不息。新年，一场年度大戏即将上演，生旦净丑，世间百态。也许《四郎探母》中这一句经典的唱词，正是牡丹与中国人千年感情的最好诠释。
洛阳孟津县南部，紧邻黄河古渡。这个村庄与牡丹有迹可循的历史，能追溯到千年以前。今天村民们迎新的方式依旧有着独特的味道，并非花开的时节，绽放在纸上的牡丹，男人和女人，新的一年如期而至。我心愿愿望就是说，画出精品牡丹花，让这个展现给全国人民，给他们增加福气，增加富贵。我幸福日子嘛，家家有牡丹，家家挂牡丹。这牡丹的这是国花，它代表着吉祥、喜庆、雍容华贵。如同朴实的笑脸，牡丹，新年之初最美的祝愿。触摸吐露的红芽，才应当听到牡丹生长的声音。他知道这是寒冬最早破土的植物，却是春天最晚绽放的花朵。时间布满疮痕，生长饱含能量。牡丹独有的生物特性与这片土地千百年沉浮的命运如此吻合。从一朵花开始的足迹，却记录着一个民族坎坷崛起的生命历程。富贵的象征，思乡的挂念，不屈的性格，这是牡丹拥有的想象空间。或许也是蔡运章寻求国民之花的一个答案，而这样的答案背后却是更多的故事。这是新年里的第一次松土，60岁的郭树霞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周而复始了30年。与花相伴的日子里，牡丹为他带来了一个人的岁月蹉跎，也带来了一个家的美好明天。从第一次花卉起，30年，郭树霞见证了牡丹带来的巨变。一株花从几元到几百元，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牡丹涌入这里。牡丹花繁叶茂之际，是它生意最好之时。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郭树霞能够卖出500多盆牡丹，这也是他一年最主要的生计来源。又是花开之日，又是满城皆狂。一朵牡丹暗含着这座城市所有的生命色彩和时间痕迹。下雨挺好的，牡丹都卖完了，现在人家都给了定钱了，人家出来一般在这里面装车，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下雨挺好，我们挺高兴。与此同时，平乐村的村民们也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亮相。52岁的高全忠此时正在等待着自己的第一单生意。是不是名家花？名家，名家这个价钱你听听，我要是说这是名家花，你30万、20万，这个是30。你们能拿几张？多了我可以优惠。你为啥画这一张不容易？画这一张不容易，就是说大众消费，你挂到家里满屋吉庆，这都对了。
年龄跨度从8岁至80岁，数量达到700多位。每年花开，平乐村中这些农民都会戏剧般的转变成画师。每年30万幅牡丹画，从这个村庄行销全国。与名家画作相比，农民牡丹画所蕴含的吉祥寓意并无不同。这或许正是画家王秀苦苦追寻的答案。只有如此深入内心的力量，才会使一朵花成为国民的选择。对于国民之花，每个人的解读都只是答案的片段。许多年后，或许我们依然会像今天一样寻找。对过往的探索，同样是对心灵的探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称说，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为牡，因其花是红色的，所以叫丹，所以合成来就是牡丹。好，牡丹画卖这个也是太厉害了，我也不想卖雅典。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今天看到的牡丹远不是它最初的模样。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花，同样也最为陌生。视线穿越泥土和岁月，越过城市和乡村，牡丹国民之花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一味中药的背后，竟藏匿千年的神秘历史。万花之王的过去，至今无人知晓。曾经素面朝天，今天五彩斑斓，是谁为牡丹画上了第一抹红色？又是谁赋予它如此多的故事？穿越时光，拨开层层迷雾，第一次全面解读国民之花牡丹的传奇。